没有什么着火的事儿，啊，是江文化那个小子把他自己家的柴火垛给点着了，混账！对，大家都消消气，不要闹事了啊！关键是有江文化，咱们这村子没好，就是。喂，小李，又怎么了？记者采访，不接受，那就把他们撵出去。 对记者怎么这么粗呢？你跟他们说，要把记者请出去。听我说啊，客客气气的把他们请出去。你们别闹了，闹也没用。你下来，你把手机拿出来啊！你下来，你下来，你拿出来啊！什么手机拿出来啊？手机不在我这儿。 你先说清楚。来，开机，开机，开机，开，往这儿拍。白书记来了，往这儿拍，往这儿拍。嗯，白书记，怎么样？没事儿，没受伤吧？没事，没事。来，机器往这儿拍，拍拍这推土机，看看那边的挖掘机，啊，看看他们是怎么破坏我们的绿水青山的。 他们还打人，对呀，你们打人，是你们先动的手。好，还在录像，拦住他们，赶紧派几个人把他们都轰出去。等等，麦克谷项目是未批先建，到现在环评手续还没批，你电视台一曝光，这怎么办啊？那怎么办？等等。 哎，黄台长，对对对对对，哎，我李天阳，啊啊啊，一会儿打给你。那个有个事儿我问您一下，这个咱们县电视台有记者去这个米尔山采访吗？啊，哎哎，好，好，好，那您帮我问一下啊，我在这儿等电话啊，哎，好，好，好，哎哎哎，一个小小的县电视台。 也敢干预县里的重大工程项目，这胆子也太大了。各位观众朋友，大家好，欢迎收看今晚关注栏目，我是主持人孟氏。今天我们要关注的话题是我们应该拥有一个怎样的家园？与以往的节目不同，我们今天走出了封闭的演播室，我们来到了正在饱受摧残的芈月山村的脚下。而且我们今天这次来还遇到了一定的风险，至于是什么样的风险，请您持续关注。今天我们请到的嘉宾呢，是芈月山村的第一书记白朗同志。白书记您好，哎。 哎，主持人好，大家好。嗯，白书记，嗯，我想请您就今天现场阐述好吗？嗯，其实我们应该拥有一个怎样的家园啊？这是个世界性的话题，也正是我们现在迫在眉睫、亟待解决的问题。大家都知道啊，这经济发展呢，给大家带来了物质上啊、精神文明上的享受的同时呢，也给我们的大自然造成了巨大的压力。 现在随着环境的恶化，我们正在失去赖以生存的绿水青山。但是大伙儿看看这片工地，看看这些正在被破坏的植被，看看他们，看看我们这正在被糟蹋的绿水青山糟蹋成什么样子。哎，黄台长，哎，您说啊？哎，李副县长，我问过了，我们台没有记者去芈月山采访。 那个，您确定吗？李副县长，确定没有？今天全台都在进行上岗培训，一个人都没有外派，这个我可以打保票。哦，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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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那黄台长，这事儿我就知道了。那谢谢您啊！哎，没事，哎，没事，哎，好，好，好，哎，再见，再见，哎，哎，哎。你现在赶紧通知工地，让他们立刻停止作业，同时派人赶到工地，把工地封闭起来。 把记者全都扣下，但是不许对记者动粗，听懂没有？目的只有一个，就是要把那录像卡拿到手。好，秦哥，刚公司来电话了，看看我们的乡亲，马上停止作业，立刻回去呢。他们是在为保护绿水青山、保卫家园抗争的人们，他们是真正的英雄。 哎，他们走了！哎呀，走！快滚！快走啊！快走啊！
乡亲们，干得好！你们辛苦了，谢谢乡亲们，就要这么干，就应该这么干。 停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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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下来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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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也下来！干什么？把恁几天录的东西给我拿出来。拿什么？把你们今天拍的东西拿出来。不可能给你们呀！兄弟们，给我摁住了！哎，别动！我打电话。哎哎哎！走走走走！行，你不拿，你们还敢监视记者？ 哎，孟氏啊，你说什么？你怎么了？电话断了。对，他们可能是出事儿了。范俊，咱回看一眼。哎哎，我跟你们一块儿去。哎，我也去吧。你就别去了啊！王支书，你也别去了，你们回村里吧。我们去看看。走，走，小心点啊！哎啊。 咱们走吧。喂，领导，人已经控制住了。那个卡呢？他马上就送过来。我要的就是这个，必须拿到手，明白吗？明白，您放心吧。 手机呢？找啥手机？坐着坐着。你别动手啊！哎呀，动手咋了？你咋不动呀？你想练是不是？卡里面是空的，什么都没有。你不是看着他们从机器里卸下来的吗？是啊，我也纳闷呢。大饱眼睁睁的看着姓孟的从机器里取出来，手够快的。 孟氏给我发的定位图啊，就在前面玫瑰谷的工地上。杨局他们也已经出发了。好。这是干嘛呢？不是怕他打电话报警。你闭嘴！怎么可以对客人这样呢？啊？ 你瞅你们一个个啊！孟老师，不好意思啊。来来来，孟老师，吃点水果，消消火啊。孟老师，你的节目我们看过。行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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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别绕了啊，别绕了。说吧，为什么劫持我们呢？劫持。 嗯，饭可也乱吃，话可不能乱讲，这我们可担待不起啊。我们可是请你们来的，请我们来的，对吧？有你们这么请的吗？你这是非法拘禁，知道吗？哎呀，这么点事情，非要说了这么大，小事儿是吧？那要我们的储存卡是你们的大事儿吧？ 行，那咱们就聊聊储存卡的事儿。
在哪儿呢？王老师，我们也不是非得要了摄像机储存卡，我们要它有什么用啊？我们就想看看，这个有没有什么需要补充的地方？你们还是想看看有没有什么不合适的吧。你要这么说呢，也有道理。那我这么跟你说吧。 我虽然是这个节目的主持人，但是呢，这节目不是我一个人的。每次播出之前都要经过有关领导的审核和通过。如果有不合适的，我们是不会播出的。那有关领导不一定了解我们的情况吗？不是，有关领导没必要非要了解你们的情况。那他凭什么审查还播出这个节目呢？凭社会的公理和共识，百姓的呼声和愿景，我党的方针和政策，可以吗？ 那你们也不了解我们的情况呀？我不就是来了解情况来了吗？那你光去跟别人了解了，跟我们了解过吗？行，那我现在就来了解了。你说说吧。你这不是抬杠吗？行了，咱啊甭兜圈子了。这个录像储存卡，我是说什么都不会给你们的，这是我们的工作纪律。再者说了。 我们录的所有的内容都是零零碎碎的材料，这个需要加工完善。这个我给你打个比方吧，要么你不懂。就跟做菜一样，一堆辅料调料，主菜一大堆，它还没加工的，你就要吃，这事儿不合逻辑。你们要是实在想看，也行，等我们整理加工完以后，我肯定会给你看，这样行吧？哎呀，这个。 坐在这个做菜啊，你们两个是吧？是不是还没吃饭？走走走，我们食堂吃个便饭啊！白书记，白书记，你咋来了？那个姓孟的简直就是巧舌如簧，你别说老秦了，就是加上我也说不过他。关键是，你有千条妙计，他有一定之规，油盐不进啊。石头都能开出花来，你就没有方子让他动心？看来只能用常规办法了。我不管你什么常规短规，我要的是卡。 常规，你别碰行不行？你让我猜猜啊，10万？不对，这得20万。 王老师，100万。那是，这都常规嘛，是吧？是常规。哎，我问一下，你们怎么知道我们的常规是20万呢？这个应该差不多吧。那你肯定听说过，之前呢有很多次了，也差不多都是这个数，而且呢我们都收了，没办法，人家主人太热情了，他拿刀逼着你收啊。 之后呢，我们每次啊都是直接送到省检察院了。我想吧，你们是不是也想让我们这么干？这是不是有点太麻烦了？王老师，这话怎么说的？到现在为止，你已经涉嫌犯了2宗罪：劫持记者、贿赂记者。现在给你个机会，你可以悬崖勒马。 你不用清水坡街黄土店道，你只要还我们车，把我们两个送走，我可以考虑不起诉你们。
进酒不吃吃罚酒。喂，哦，万军啊，哎，什么？白书记受伤了？哎，怎么回事啊？万军，怎么没声音了？万军，哎呀，新消息吗？万军来电话说，白书记刚才醒了一会儿，现在又晕过去了。兔崽子，要拿炮声他妈崩了！哼，我看你这侄子该崩。你说谁侄子？你说谁侄子？啊？大家伙都去抗议战船集团毁灵。他倒好，把自己家的柴火垛给点着了，还边敲边喊说失火了。他这想干什么？你问我呀？我，你认为焦文化是我侄子？这不是你侄子，还是我侄子？我们两个早出五福了。他要真是我亲侄子，我现在拿炮就崩了他。哼，真是我。你这就走。建国，自从白书记来了以后，人心不一样了，都觉悟了。纸里包不住火，雪里也藏不住孩子。有些人想啥来啥，说啥是啥，以后没这种日子了。大哥，你啥意思？啥意思？不明白？那行。晚上睡不着觉的时候，自个好好想想。我这儿到县里头去看白书记去，家里这摊子事儿你盯着点。
说句私心话，他点火这件事儿，那是必须要追究。即便你是诸葛亮，马谡该斩，还得斩。 大哥，你去医院，我也得去呀。白书记，白书记，我给你看看李丹他们给你录的视频啊，你看你能不能听见？ 领导，您说这种情况怎么办？你为什么要着急开工啊？这不是县里推进的建设项目吗？米山的老百姓大闹施工工地，已经变成了群体事件了。谁也不知道他记者能来啊？知道今晚观众吗？知道，这是省台的一档栏目。知道谁在关注？ 挺多人在关注的，不是挺多，是很多。我的金总，包括省市的领导都在关注，麻烦了，大麻烦。那咱就不能找找上面的人给摆平一下吗？怎么摆平？啊，事情闹到这个份上，错过最佳时间了，我的金总。 你说你们要把那个储存卡抢下来，这叫什么？这叫无凭无证。现在可好，卡在人家手里，这叫铁证如山。哎，我就纳闷了，你文的不行啊，武的也不行。你不是说你身边那些人都什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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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都当过保镖吗？那白朗那些人，他都是。 当过兵，而且都是特战连的，还好，把白朗撂倒了，算是出了口恶气。你最不该撂倒的就是白朗，你还得意？你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吗？啊？什么？触犯了众怒了。白朗什么人？啊？是中央国家机关派来挂职的，他不仅上面有人。 白朗在下面群众基础那么好，你不知道啊你？如果因为撂倒了白朗，米尔山村的老百姓再来一次群体性事件，你我就不是吃不了兜着走的问题了，你兜着都走不了。那您说怎么办？ 别等着人家告了，自个儿主动投案吧。我，你呗。行了，切割吧。切割？不行啊。行，按您说的办。我看这个项目先暂停吧。啊，我。 再联系一下各天集团的邱总，看他有没有什么办法。哎，我说白朗那儿啊，你们也要好好的去做做工作啊，哪怕先给人家当孙子，懂吗？明白。 这都进去多长时间了？
怎么还不出来啊？是啊，你看都这个点了。哎，婉君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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王书记，王支书，张主任，婉君，你咋样啊？我没事儿，啥事儿不耽误。白书记怎么样？对，白书记呢？今天做了脑 CT， 还有核磁共振，现在还昏迷呢。老头子来的，不能轻饶了他们呢。我们进去看看行吗？大夫说还是别惊动他了。隔着门看看行吗？隔着门看看。你看看。大哥，你在这儿吧，我呢出去办点事儿，等白书记醒了呢，我再来。行吗？行。好。我是说。您进去看看吧。哎，王书记。我再提醒你一句啊，高天集团给你狗血，你也自告奋勇来虐伤卧底，别以为真像谍战戏那么好玩刺激。什么问题能交代，什么问题不能交代，都在这里了。回头呢，你把它都背下来。这卡里有40万，你的工资在原有的基础上再翻2倍。嫂子跟孩子还有爸妈，所有的日常开销都由集团来支付。你放心，你进去以后呢，我和李副舰长会积极运作，尽早的把你弄出来。
哎，啊，你找谁？你不认得我了？每天人来人往，想不起来了。我是芈月山的。我不管你是哪的，我就问你找谁。我还能找谁呀、啊？金总呗。金总啊，不在。他的车不是在那儿吗？人咋能不在呢？我们金总就这一台车，他这台车农民工都知道。行，我不跟你废话，我打电话。咋这样啊？行吧。等一下，等，金总好。哎，金总啊！哎，你站住！你说说你，你都多大岁数了，还看不出火，非往我这跑？我这不是着急吗？川英，你都坐了那么长时间了，没吃饭的吧？来，喝口水。谢谢。要不你进去看他一眼，然后你就回去休息，等他醒了，我给你发微信。天都要塌了！不，明天有我一脚，我这个脚已经塌了。坐。什么情况？是这么回事儿？江文化在村里假装放了把火，引起这很大的骚动了。大家伙现在……江文化假放火，没造成什么后果。村里该闹的闹，我该损失的损失，他们追究什么？哎呀，连文皇世子那个草包都要说追究到底，这白朗能轻易放过吗？切割吧。嗯？切割？切啥割呀？壁虎知道吗？知道。壁虎啊，知道。壁虎呢，有种本事。一旦被天敌咬住尾巴，它就会自己断尾逃生，这就叫切割，明白吗？这就叫切割。啊，金总啊，您说的是舍居保帅吧？对。哎，要这么说的话，我已经开始切割了。那就切割嘛。不是，切完以后咋办呢？一个地痞无赖。切就切了，还怎么着、啊？哎呀，那是条疯狗啊！那惹急了逮谁咬谁呀、啊？关键，咱们很多事情他都知道啊。那你说怎么办？我觉得，怎么也得给他留碗饭吃。给他留碗饭吃。嗯。我这儿都焦头烂额了。告诉他，等过了这个坎儿，给他碗饭吃。谢谢金总啊。陈英，醒了，进去看看他。麦老师，麻烦你帮我把这个给他吧。你自己送。麻烦你了，麦老师。我先走了。正宫，
孟氏那边非常坚定，他可能就是想要个说法。张探长怎么说？不接电话。去啊。现在是什么时间了？已经下午了。老赵也过来了。赵队长昨天夜里就赶过来了，几十里的山路他是骑自行车骑过来的。是万军给我打的电话。那个孟氏怎么样了？那个孟记者呀，我派了人跟着给他送到省台里去了。那个录像机的那个存储卡，你放心，完好无损。哼，哎呀，老杨，真是多亏你了，真是太谢谢你。哎呀呀呀呀，你给我说什么呢？哎，咱们的人都怎么样？他们受了一点伤，不过问题最严重的就是你，白书记。哎，书记，哎呦，你俩怎么样？没事吧？我俩没事，我俩不客气。你坐着，你没事吧？没事。哎，你们俩要是没事的话，就赶紧回到厂里去吧。咱们这个建材厂刚刚建起来，得有人跟那儿盯着。那你咋办啊？哎呀，有我呢。我没事。这医院里这么多医生护士，我能有啥事？老赵，哎，你也赶紧回村里去。啊，虽然这事儿呢咱们占理，但是村民肯定会有很多议论。你回去掌控一下局面，啊，安抚一下大伙的情绪，照常开展工作啊。白书记，我知道了，你就放心吧。放心，我没事，没事，我这没什么大事。石书记，哦，这都下课了，还不休息下啊？哎呀，我盖个稿子。什么稿子啊？这么认真？一个小发言稿。哦，是要介绍经验了？介绍啥经验？这是检讨。哎，石书记，你们县搞得那么好，你还检讨，那我们怎么办？老刘，你别笑话我啊！哎呀，石书记，您好好的改这篇稿子啊，我们可都等着向您学习呢。去，那我先过去啊。好。石书记，咱吃饭去。你先吃去。走吧。你先去，我一会儿啊。我可走了啊！行吧，任教授。行了。哦，对了，刚才那个杨连长来过了，看着你睡着了又回去了。他有事吗？玫瑰谷总指挥部那个总指挥啊，老秦自首了。你怎么一点反应都没有啊？料到了。他们一定会找一个替罪羊。是。白书记。哟，李副舰长。哎，别动，哎，别。李副舰长，您怎么来了？躺好。哎，躺好。哎，怎么样啊？啊？李副舰长，您坐，我打水。哎，打水去。您坐。哎，啊，怎么样啊？其实没啥大事了，就恢复就好了。谢谢李副舰长还来看我。哎呀，你这儿啊，牵着我的心，扯着我的肺呢。我专门指示他们王院长，每天至少一次向我汇报你的治疗情况。这今儿打电话说你好了很多，可以探视了，我就赶紧过来看你。谢谢李副舰长这么关心我。哎，白兰啊。你说你挨这么一下子，
就跟打在我脑袋上一样啊！你说这等石书记回来，我怎么向他交代呀？换个角度说吧，打你的人是战船集团的，这战船集团的工程呢又是我分管的，这一下子只是好像是我亲手打你一样，我这哎呀！李副县长，您想多了哈。脚踩泥泞，手捧真心，你向远方的群起，来到了这小山村，爱家爱护传门，你走得那么勤，同坐一条板凳，你情浓一根深。乡亲往前奔，彻底拔掉群根，你出招那么准，愿我小康梦想